外婆，我就在这儿，您睡着了，我再走。赵胜文呢，是个好人啊，到走了都没说你不是他的女儿，你的爸爸虽非亲生，生死亲生。早知道，早就知道了。那你早该告诉我嘛。有的人就喜欢在自己在乎的人面前，留下最好的印象、最优的人品、学识，或者家庭嘛。我父亲再婚之后，直到病逝，都一直跟我住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他跟秦婉之间的婚姻，有名无实。我现在好像更能理解你为什么和家里人关系疏远了。这些都影响不了我，我只是担心你会觉得这个家里太过于复杂了。傻瓜，我在乎的只有你一个。